小的大小都一样，十块钱一个啊。随便点啊，看一下啊，新产品打广告，说你不看不知道，你看吓一跳。哎，这是早买早享受，是你晚买晚享受啊。要买要卖，随时养乖。你不查他就不懂，你看他走他都不会动，你说个走他都不会动吧？一定要请你查，等他走他马上就受不了。